我们来蹭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已经下飞机，然后迅速的换了一套，迅速的改了一下妆，然后我们去拍我们那场的一套路，就是一个非常着装，它有这种头发这些刺绣啊等等，它是一条轮，然后我们先去一个夜景，非常非常好看的地方，因为我感觉西安的话，来了西安感觉不拍这个夜景我太亏了，我真的我心里过意不去，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的。是一定要给它拍成，因为活动是在白天嘛，所以就是白天的话可能拍不了夜景，就拍不了那个地方，所以就是今天可能会比较赶一些，然后拍完这套然后我们再回去直播，因为明天会非常的早，明天的话时间会偏早一点，那我们就带大家拍照，然后顺便带大家看一看这个地方吧。我嘎了，是谁说我不冷？我觉得北京比这里冷多了。但是北京就是比这冷，北京是感觉冷到骨头里，这个就是肉冷。来都来了，又冷也要上阵。咻，看不到人。我一会儿吓他。你可以盯住的。对，调弱一点。他用手机播呢？我不想用手机播，我们调了半天。搞怪动作时间拍。可爱一点的。嗯，这个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，我来送上为大家的礼物吧。新年快乐！我给大家准备了小蛋糕哦。熏眼睛，熏眼睛。好了，给你们吃，给你们吃奶奶的，给你们吃小狮子吧，把我吃掉吧，我就是小狮子呀，给吃，张嘴，啊，吞，咽，嚼。2023，大家都有什么愿望呢？打在评论里面，然后我会施魔法，这样就可以愿望成真了，不管你信不信。The next day.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还是老早老早的妆计划，然后今天的妆发是一个就是很高贵的感觉吧，因为这个衣服真的，它也跟我一边重了快，但是没有那么夸张，我只是就是说形容一下，它真的非常的重，我现在这两个肩膀头子，我感觉就是可能会逐渐失去血色，会越来越惨白。就因为它真的把我勒的，我感觉我现在两个胳膊都已经不行了。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手工纯手工做的这种重工的一个裙子，我真的不行了。而且我就吃了几口牛肉，我又没时间了。我最近瘦了10斤，我一上体重秤我吓坏了，我说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完了之后，这两天可能就是说会漂亮一点吧。
确定它到底是死亡镜头还是什么镜头，所以我就想淡雅一点，而且这个衣服它本身就已经很华丽了，我觉得就是相互呼应一下吧，如果妆再华丽的话我会怕变得很艳俗，所以今天就尝试了，就是想画一个淡一点的妆。哎，你们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买，不化浓妆的时候想让我化淡妆，我化淡妆的时候想让我化浓妆，不过没关系，明天化浓妆好吗？好吗？达成。然后还有说那个，我看到你们把工作室给批评了，但是这样的，每一次我总是把好看的图抢走，然后所以工作室只能发我不就是我不太选择的图。但是我怎么讲呢，我这个人确实是有点霸道，每一次都不把好，每一次都不把好看的图分给他，这也确实是我自己的一点问题。但是怎么说呢，好看的图如果被他发的话，那我微博就没有好看的图了，总是要有一些取舍。因为我觉得多拍一些图，多拍一些图片，但是最后我选出来的可能没有那么多，然后再加上时间会比较赶，所以就而且非常的冷，然后就没有拍的非常非常的多，因为我怕就是因为拍照完了之后冻感冒了，然后导致明天就是唱歌会嗓子哑，所以这一次拍摄就比较快速一些，然后可能就拍少了，不过下一次肯定会给大家多拍一点的。广州的天气非常的，也不能说非常的温暖吧，但是起码比西安的会要好一点。明天会给大家多拍一些图的，今天就是可能少一点，因为太冷了。然后我再想想，我还要讲什么来装？哦，对，一元法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吧？发给大家一元法呢，不是说让你们一定要学会，一定要记住，而是可以就是现场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合唱参与的感觉，并没有强迫你们记住哦。如果大家想记的话，就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机场啦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我总觉得我们是今天才拍电话。我总觉得我们是今天才拍。我们差不多2点到吧，到酒店休息睡觉，立马昏倒，7点半，然后差不多那时候出发去彩排，彩排回来讲化妆，化完妆之后4小时就睡觉。上飞机就睡觉，没有事儿了，好吧。那我们来吃曹氏鸭脖吧，怎么样？我今天一天就吃了2口，你们你敢信？这么大没法留肉，我这没有时间吃。来吧，吃曹氏鸭脖吧。我们来测评一下，我是今天曹氏鸭脖，我正好在北京，我都想疯了，就巨多人说这个好吃。而且它很辣，所以我就是喜欢吃这种很辣的。我全都是这种辣椒，我第一次这么想吃一个东西，真的。开斋了，开斋了，小心啊！又辣油，我的天！那辣油就千万别点。
地上上。我点的是变态辣，这是最辣的。我觉得，你要不尝一口？不辣，我会打。你尝一口才能体现出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味道，就是正常人跟像我这种不正常的人是什么样的。你太没意思了，你不能为艺术牺牲。但广东人家谁吃得惯？但是真的很好吃。嗯，我太快乐了。有人吃过这个变态辣吗？有博主点过爆辣，然后被辣的不行，然后就很好奇，我们这种美食博主都能在辣出这样，有多辣？所以我一直很想点，看看它到底有多辣，像我这种嗜辣狂魔怎么办？今天以后，我短时间之内就吃不到它了，很难受。如果大家来西安一定要尝试。吃，好了，去尝尝美食，拜拜。为什么要吃小朋友？